24号。男嘉宾，你之前有提过你希望一个稍微钝感一点的女朋友，但是如果你的女朋友就是她钝感到就对人际关系就是那么的没有边界感的话，就是你能说一下她的边界感就在哪里吗？那孟老师，其实这个问题我不太会。我帮你回答，她只是钝感，不是傻。比如说，她的女朋友在另外一个男生面前撒娇娇滴滴的说话，他再钝感恐怕也会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呢，对吧？是。14号。刚才你 VCR 里有提到边界感，然后之前有提到就是红线，我想问一下你在感情里面的就是红线底线是什么？肯定不能两个人一起出去跟别人出去看电影吧。你刚才是说不要两个人跟别人出去看电影、不就是女方单独跟另外的异性出去看电影。我觉得不过分。